八三九林则徐，虎门硝烟长志气，硝烟两百多万斤，民族英雄后人记。1840鸦片战，岐山与英方谈判，民族英雄遭查办。1842签条款，南京条约割香港岛，赔款2100万，开放无处伤口岸，近代历史此开端。1856-60二次鸦片战争起，1860战天津，同年10月攻北京，烧杀长月无人性，原名原化为灰烬，成毁人亡又败兵，沙俄成绩期待心，爱回北京签条约，通商赔款不平等，割地150万，丧权失地殖民身。阿古柏侵新疆，自立为韩上称王，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收复我新疆。1876率清军先北后南方征行，环境急战善用兵，收复新疆快人心。反帝反清反封建，一般不堪回首的世界，如此沉重代价，如一道道伤疤，旧时创新多时间去探索一片新世界，不再野狼自大，他是真心我中华。甲午中日战争响，黄海大战邓世昌，指挥志愿撞击野，日本舰队遭重创，清政府太无能，马关条约被签订，辽台彭岛给日本赔偿2亿2白银，让日办厂又通商，办殖民地更扎心。1900要铭记，八国联军占北京，赔巨款派驻兵，辛丑年里泪盈盈，严禁人民反列强，清朝变成洋人听。帝国主义沆瀣一气，侵略长跨一世纪，系列条约不平等，犹如签了卖身契。南京条约无一港元，半殖民地此开篇，天津条约公开行贿，外籍能自由进退，北京条约天天陪酒，准许华工异乡走，马关条约不罢休，一场二议三讨四口，辛丑条约前进宾馆，总理杨门的外交官，民族仇恨可以放，但这段历史不能忘。反帝反清反封建，一段不堪回首的时间，如此沉重代价，如一道道伤疤，旧时创新多时间去探索一片新世界，不再野狼自大，他是真心我中华。出数千年未有之奇举，自印见数千年未有之奇业。我立志杀敌报国，今死于海，亦也何求生为。是一场计30年，自强求富建多场，一心曾立一所章，工业海军和学堂，公车上书有康梁，维新变法百日中，光绪年间戊戌变，抛洒鲜血谭嗣同，东京成立同盟会，三民主义众相随，辛亥革命孙中山，武昌起义为开端，1912元旦庆，中华民国创南京，袁世凯把国师颁，83天地孟拜，民主科学新文化，反古反封反军阀，巴黎和会外交困，五四运动大爆发。1921年7月，中共一大在上海，中国共产第一人，一枝独秀本姓陈，英国制造暗五卅，蒋总司令去北伐。1927-412，老蒋叛变惊天下。1927-8月1，南昌起义建共军，反抗国党第一枪，周贺夜出刘伯承。87会议批独秀，又请投降主义纠，土地革命再兴起，引发秋收大起义。1928-4月，正在井冈山上会两军，成立第一根据地建工农红军第四军，红军壮大，老蒋拱，四次围剿失败中，伯伯里德瞎强硬，红军折将又损兵。1934-10月中，红军被迫长征动，4年1月遵义会确立核心毛泽东。自问自信自求变，自强才能力天理间，过去种种伤疤，成如今的鞭挞，让外安内见过眼，无数先辈战场洒热血，不计任何代价，民族团结我中华。
1931-918 日军把沈阳占领，老蒋命张不抵抗，东北同胞受欺凌。1932福溥仪伪满洲国傀儡立，1935-129北平学生大游行，1936双十二西安事变兵舰门，和平解决再合作，国共一起打日本。1937-7月7卢沟桥上日兵起，烧杀淫掠把罪犯，南京殒命300,000，手快抗日根据地设在北方晋察冀，抗战中心陕甘宁，延安中央所在地，平型关台儿庄，日本鬼子遭重创，日本走狗汪精卫为国民政府变傀儡，消极抵抗蒋投降，皖南事变扣叶挺，百团大战彭司令主动出击抗日军。1945-8月份广岛长崎成火坑，8月15日军降，14年抗战落篇章。1945-8月份毛周代表飞重庆，会谈纪要10月定，要避免内战建统一。次年年初政协会，先定协议后撕毁，6月出兵200,000，引发国家大内战。莫良木战显神勇，刘邓挺进大别山，辽沈淮海和平津歼敌150,000。1949-3月间7届二中西柏坡，同年国庆定11，新中国就此屹立。自问自信自求变，自强在能力天地间，过去种种伤疤成如今的鞭挞，让外安内见过也，无数先辈战场洒热血，不计任何代价，民族团结我中华。